一直做着专贩，做到今天，我不搞了，已经不捞了。小马上来，我老脸子穿出去让你管管。干嘛呀？别拍了！我去吧，都给我起来！奶奶，奶奶！太吓人了！好可怕、啊！医生！医生！医生！啊！哎傻瓜，我太苦了，我很想你哦。喜从天降，来到了四川省黑水县的打鼓村，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，平均海拔2500米。在这里有冰川，有原始森林，有牧场，有牦牛，还有热情好客的藏族老乡。你看那山连水，水连山，山水清秀啊！啊，拖拉机。村美女你们好，我来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我叫王小宝啊，我代表我们三打五村的92户父老乡亲欢迎你们，非常欢迎你们。我给你们三位分配了不同的住户，美女请上拖地。王倩集演员、编剧、制片人于一身的大才女，因出演《重案六组》中《警花季节》获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主角奖，第一次参加没有剧本的真人秀录制，不知道大才女能吃得消吗？哎，谢谢。马丽，号称千场话剧女皇，女版郭德纲，连续2年登上央视春晚。到了这缺氧的高海拔，马丽，你还能逗乐吗？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三次坐拖拉机。刘云曾出演电视剧《鹿鼎记》《北京爱情故事》，2007年登上《时代周刊》亚洲版封面，成为了继章子怡、李宇春之后第三位登上该封面的中国艺人。她也是郑钧的老婆，当年老公唱《回到拉萨》一举成名，不知道今天刘云能否找到回到拉萨的感觉呢？本期体验还有一位女明星林志玲。因为档期问题，他要稍微晚一点才到。坐好了吗，美女们？我们回家了。我们村子就在这里边是吗？得抓，我得紧紧的抓，抓住了，待会别把我甩出去了。
蓝天白云下，整个打鼓村安详宁静。打鼓村由上打鼓寨、中打鼓寨、下打鼓寨和三家寨四个寨子组成。在这里生活的藏民属于安多藏族，他们以放牧为生，每年的四五月份他们也会上山去挖虫草、采草药。我们的女明星们要跟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还要帮他们赢奖品。在这个高海拔缺氧的地方，他们能适应能坚持得下来吗？到了。刘云姐姐吗？不是啊，你是谁啊？安多扎西。扎西八岁，刘云在打鼓村的搭档。四岁那年爸爸去世，跟妈妈一起生活，谢谢，热爱劳动，也爱哭鼻子，小天使。这是我妈妈。 Hello Hello， 你妈妈叫什么？你叫我小云姐姐。好吧，瞬间拉近了距离，起了很亲密的称呼。扎西母子俩就住在这栋老房子里，家里除了客厅就只有一间杂屋。为了让远道来的刘云住得舒服，扎西有特别的安排。姐姐，这是我特别前面的。就这啊？嗯，我住在这里啊。嗯，这是你专门为我准备的。嗯，哦，这是你给我准备的这个帘子，对吧？嗯，谢谢哦。哇，我自己的私人小空间，对吗？哇，感觉真好。好开心啊，住在这里。因为爸爸去世的早，平时妈妈在外忙活，很多时候扎西都是自己照顾自己。你才八岁，你会做饭啊？就做，藏巴。哇塞，你看起来好男人啊！你除了会做藏巴，你还会做什么？米饭。会炒菜吗？不会。不会炒菜。嗯。哎，我心里还平衡一点，因为我不会做饭。好突然啊，哎，就可以吃了。嗯，我还说，哎，揉多久，揉的不行，突然好了。啊，都不能。喝个喝茶。啊，好喝。扎西，这个很烫的，这个我刚刚捏了一下，我就觉得很烫。你把它这么提着倒，你不觉得烫吗？有没有剪子？有哇！这些剪子都是使劲做家务，就是磨的，对吧？按理说八岁小孩的时候应该是白白嫩嫩的，好心疼啊！谢谢，扎西的了，扎西的，我的主人在哪儿呢？你的就是啊，哦，你啊，对，罗基今年23岁，罗基是一名登山向导，罗基干登山向导已经有5年了，每年的春季和冬季找罗基当向导的人很多，他每天能赚个几百块，可是工作都在高海拔的雪山上，风险也不小。实木结构的豪宅。谢谢，这是我的衣服啊。对，现在就穿上吧。现在穿上？对，我给你穿。你给我穿。对，那个这个可以拿下来了。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让一个男生为我穿衣服。我的印象当中可能要条件要艰苦的多，到这儿来我觉得。哎呀，还挺好的。奶奶，嗨哦，嗨，来啦，奶奶，嗨，莫上来，慢一点，哦，小宝宝，你好，奶奶，哎，慢一点，在这边我听，不用，我来。汤庄初今年64岁，是玛丽在打鼓村的搭档，她热情好客，勤劳善良。在打鼓村生活了一辈子，从没离开过这里。走走走，
好漂亮啊你！你太漂亮了。好重的。知道有客人要来，康奶奶特意把儿子的房间腾了出来。儿子的照片，这个是你儿子是吧？啊，哦，儿子的照片，他的爸爸，挺像爸爸的。那宝宝妈妈，宝宝妈妈，宝宝妈妈过世了。什么时候啊？去年11月30号，生了11月要满的时候就过世了。对不起，奶奶，我没事没事。我就那现在就是你带宝宝是吗？啊，带宝宝，带宝宝。康奶奶的儿媳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，在怀有身孕就等着高高兴兴当妈妈的时候，却不幸得了癌症。为了治疗，医生曾劝她把孩子打掉，可她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，执意保住肚子里的�孩子。就在孩子出生后的第27天，儿媳妇去世了。哎，参观一下，这是我的参军卷。哦，我叫玛丽。玛丽你好，你好。她是从小是生下来就老太。哦，看，这个是我的妈妈。哦，就是几了，我得叫祖奶奶。是在达古村，45岁以上的女人基本都当上了婆婆，持家的重担都交给了儿媳妇儿。能当上婆婆的女人，基本上可以享清福了。64岁的康奶奶没有了儿媳妇儿，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，一个脑瘫智障的女儿，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，都是他的责任。当我走进他们家以后，我看到的一切和我听到的一切，我觉得我都傻掉了。我当时就有点绷不住，而且特别的，我觉得特别愧疚，就是我不应该多嘴去问。还可以吧，沙溪。哇塞，会木山哇。你好 man 啊，扎西！我要学他，男人的这样，折不断根本。不行，我只能踩了。这个不是树枝的声音，是我膝盖断裂的声音。Swear I won't forget this. Why do I regret this? In my mind, reckless thoughts are feeling endless. 扎西，哎，你一般多久像这样砍一次柴啊？一个星期砍一次。太厉害了，这别说城里的小孩比不了，这城里的大人都比不了。我们算是砍完了吗？还有呢。还有，这不是一满筐都够了吗？我们要砍多少你才觉得够啊？70多根啊，那完了呢，今天我们要砍到天黑了。马上。刘云这一下可能才意识到，我们节目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是来真的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扎西天天做啥吃啥，刘云也是一样一样的呀。在这边会有一点高原反应。会喘一点。喘。牛在哪儿呢？在高处。哦，远了啊。休息休息休息，慢点，你又背这块。牛在哪儿？那高处。哎，来休息嘛，休息嘛，休息就休息。哎呀，这水我怕到那儿都没了。你平时自己就端着水上来啊？我背去。好，慢慢去。吃一口，吃一口吧，我们辛辛苦苦端上。是呀。哎，真乖啊。吃一口。它是宝贵的
为什么？毛奶牛，它是家里面最值钱的宝贝了。啊，毛奶牛比普通牛贵一倍，奶奶每天都要上山来照顾这头小牛，她指望着将来小牛长大了能生很多小牛，到那时生活就能改善了。喂完小牛，奶奶又把自家的奶牛牵回家，准备挤奶，这是当地妇女必须会的技能。奶奶，你太帅了，这么两个巨型的你都能够。奶奶，奶奶，你没事吧？俺没事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哎。没事吧？但是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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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吓人了！啊，你后面来，哎呀哎呀，哎呀，我来，我打了没有？脚打了没有？来，来，你来，我啊，同伴，不敢看，哎呀妈！哎，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能看见我？他看见你，看见我就躲了。哎呀妈妈，这是偷奶。牛问不到。Where they told you what to chase, told you how to run the race. Every move was on the page, but I didn't like their way. Had to fight and misbehave, had to find a way to change, had to leave to find my way. Caught up in a daydream, I beat my mind up there almost daily. It's how I pass time, no opinions safely. It's how I understand what I want. 然后怎么办？这个放哪儿？放这儿。放。然后呢？咦，这会自我一脸呢。咦，这样子啊。这个手感很不好啊！哎呀，自我一身，鸡娘娘了！现在啊，啊，不是刚刚砍完柴回来吗？你们每天都好吗？那贵，你试试。我好怕呀！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我抚平一下，抚平一下我的心情，很复杂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这样啊？看我啊！哎呀，我会了，走开。不是那样。是呀、啊。怎么不是？就是这样啊。快一点嘛你。快，这个不在速度，这个在方法，好吗？哈哈，熟能生巧。嗨嗨嗨嗨。全身紧张到酸，而且这个挤得特别累，你别看就这一个姿势，你挤就知道了。今天我给你做个好饭吃，我跟你一起。没事。又吐了，奶奶，他吐了。啊，你吐了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吃多了，不舒服了？哦，我觉得他腰上那个勒得太紧太厚了。来，宝贝儿，我背着你啊，来，就在这儿。然后呢？筋不要，那么筋不要。顺眼。这边的腰，这边的。嗯。这边，哎，好了，宝宝，马上，比我还会嘞。我觉得让他们开心，让这个家里多了一丝的温暖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。我们的第四位体验者林志玲，此刻已经抵达成都双流机场。距离拍摄现场黑水县打鼓村还有7小时车程，350公里路，
碰一下就算命。他叫泽尔初，林志玲将住到他家里进行体验。我就害怕，我想他不会真的来吧。电视上看到的大明星要来跟自己一起生活，泽尔初有些兴奋和不安，几乎一夜未眠，凌晨四点就爬起来为迎接林志玲做起了准备。牛肉汤不好炖，弄几个小时才弄熟。早安，谢谢。早上六点，林志玲就出发往黑水县的打谷村赶，她也迫不及待地要见见自己的搭档泽尔初。他会怎么接待你？会给你准备些什么东西？藏族有什么比较特别的？哦，我知道献哈达。对对，谢谢。吃的呢？吃的，吃的有，我就看了有什么玉米馍馍。任务，打开任务卡。今天上午十点在上打谷寨村口进行采沙棘比赛。你知道奖品是什么吗？微波炉。甭管有用没用，咱得给拿回来。长什么样子？沙棘长什么样子？姐姐，姐姐，沙棘！哇，非常非常的酸。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，其特性是耐旱、抗风沙，因此被广泛用于水土保持。沙棘果实味酸，与柠檬酸味不相上下。素有维生素 C 之王的美称，在打谷村随处都可见挂满金黄果实的沙棘树，因为味道酸涩，当地的老乡只当野果采食。都带着你们的搭档来了哈，来到那边，一户一个位置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内容和规则。看到我手里这个东西了吗？它就沙棘，有老大功效了。比赛规则是：选手进入沙棘林采沙棘，在最短时间内将采好的沙棘挤满一杯，然后全部喝完。谁先完成整个过程，谁将获胜。既然大家已经明白了，那就把杯篓上肩吧。你们在背杯篓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说奖品啊，往这看，噔噔噔噔，还有红色微波炉。第二名的是白色微波炉，第三名虽然没有奖品，但是都要有积分的。如果你没有完成，就没有积分。准备好了没？那就出发吧！差不多了。杨宇姐姐加油！快帮我找一棵像样的树！再帮我找一棵树啊！闪开！你那肯定不够，还得再第二趟，费着劲呢。哎呀，够不到。哎，好，帮我还有一点。王老师回来了，够了。
一定要炸一满杯啊，不是一满杯还不行，对吧？你不用着急，他把树给砍了。我们的王倩现在成了伐树工人。刘爷爷，不管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快，我去下面挑，姐姐有剪好的，去下面筐子里挑，姐姐有剪好的一小段的。你用手，你用手，姐姐实在不行，姐姐没时间。哦，我爱你们！给我拿着石头，拿着石头来，拿石头来！快快，再给我拿鸡，拿杀鸡来，拿杀鸡！我上去了，扎西把我那杯给弄倒了，我绝望了。现在我们大家看到了啊，玛丽已经榨出了半杯的汁儿啊。扎西挑树叶，不要管，不要管，挑树叶，把树叶，树叶，树叶，哎，你不要发呆呀，你要弄树叶，你帮忙啊。王倩，你那么做未必能对啊。没有牌，我倒出来。来，好，见证最后的时刻。快点！我们的王倩现在用了超简单的办法，不用纱布，直接用手来了，看见了吗？哎呦，有刺，有刺。出血了吗？不要，没事，别，差一点，还差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咋了？一点，好了，你要把它喝下去，要喝下去，你就是第一了。喝下去。马丽加油！马丽加油！沙棘树长有小刺，沙棘果味道虽然跟柠檬一样酸，当地人却把它当作一种常吃的小水果。我们的明星今天算是实实在在的体验了一把原汁原味的沙棘。什么感觉？谢谢刚才支持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在哪？啊！我看看你的手，哎呀，全是血，全是血。我奶奶，微波炉。我的动力。扎西都发呆，总是在旁边发呆。扎西，不要这样，我不要这样。没事，不怕，我最后还是要过滤的。对，小心手。别倒洒了，倒洒就白瞎了。满了，算满了，算了，可以满了。第二名是王倩。第三名没有奖品，但为了帮刘云得到积分，大家都尽其所能的帮忙。你喝了都啥都，你啥都喝不下的，你那啥就喝汤要紧。我脸上了，大口喝。我们加油，给刘云加油，刘云加油，刘云。你刚才你没看王倩喝那杯，他那黑乎。加油！二不进！
喝下去了。我觉得你是不可能喝下去的，为什么你喝下去了呢？因为我不喝的话就没有积分，没有积分的话，我在接下来的比赛我可能就会拉得很远。这个比赛输赢对于扎西来说，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，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我真的很想给他们赢点那个礼品。那我们没事也可以用，我们现在可以颁奖啊。第一名马丽。奶奶快去快去，奶奶我帮你搬着。第二名王倩，罗辑，哎呦，哭了，哎呦，不哭，没事没事，哭鼻子不是男子汉，哎呦，好啊，喘息，哭鼻子不是男子汉，不哭了，动手来，哎呀，没事，你看你刘烨姐姐脸上这，你看这，都是真的，这才第一个环节呢，没事，我们接下来肯定会赢的，啊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哭了。啊，跟朋友们没事，我们接下来肯定会赢的。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哎，好了。妈抱回去，给俺妈抱回去。我家那个罗辑根本不知道微波炉是啥玩意儿。刚才我们俩说要积分，但是奖品可以给扎西哦。好，罗辑，哎，不是，还我怕他抬不动，就给那个。你有力气没？有力气没？罗辑，扎西不，扎西是不是男子汉？有没有力气？哥把礼物送给你了。你看，你不接过去可就没了。快点，哥哥把礼物送给你了，快接。快接！接都接不动，可沉了啊！抱不动！好，这个微波炉是你的了。踩沙棘比赛圆满结束，耶！我们抱着奖品回家了。我想的是尽我的能力，能帮奶奶争取点儿，就争取一点儿。这个对于奶奶来说，我觉得挺重要的吧，就是难以下咽。你喝汤往下咽就苦了，没有肉，一闭眼睛就下去了。让你儿子将来找一个像我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啊，你就轻松了。哎呦，现在开始胃难受。很酸的那种，酸的慌。对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走。啊？胃酸。这个喝了吧。我就慌了，一下子就慌了，不知道到底要给他。做什么？冷不冷？捏住了，一撒手就疼。哎呀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再来看医生吧。他真的痛，他这里痛，痛吧？痛了多久了？我比赛的时候就在痛。找一下医生吧，那就去线上啊。走，小孩子肚子痛。走。对。大西，坚持啊！马上到医院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停一下车，蹲下吐。他可能疼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，我有点害怕，怕他出什么事情，吐了几次。是没事儿还是有事儿？那个时候心里有点担心，心情有点复杂。在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到达医院。急诊儿科。这个
痛了应该有一个多小时了，一直痛。我摸一下肚子那里痛说啊，你不放松哈，放松啊，这边。啊，没抓这是个脚。这痛不痛？痛。这儿痛不痛噶？啊，你手放开嘛啊。这儿呢？不痛。这儿不痛。要是出了事，啥子意外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化验结果出来了，医生诊断是肠胃炎。他如果回去了嘛，你们回家了过后，如果还痛，就这个药就给他吃三分之一。而且八岁了，身高发育不达标，你一看眼就看得出来。八岁的娃娃不应该这点儿高，噶吃好一点儿。你肚子饿不？哥，好，很美哦，你看，你就是这样穿的，嗯，真的，真的，沙棘，嗯，炒萝卜，炒萝卜，黏黏黏，你为什么喝深水？美女们不要客气，乘马而行吧。再拿再卡一步，把我脸都穿出去了，你管不管？出去了，你管不管？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哇，去吧，走，都给我起来。条件不对等，你知道吗？五、四，我来了。看有人拦你，咦？要不要下去看？要的呀。啊！龙坤，让你问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在这待了几天，太阳就没有出来过。嗯，我一点都不撒谎。嗯，是灵妹妹来了以后，把太阳就带来了。当然。那真是。我是太阳娃娃。太阳娃娃，你知道这海拔多少吗？多少？将近3000。所以说，我要即兴做一首诗。嗯。志玲直上3000尺，带来太阳照四川。好。好吧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啊，志玲，你知道我现在牵着你手什么感觉吗？就有点牵太紧。我以为我在云层里。走吧，你上车。啊，请上车。那个，我来帮你上车好吗？我媳妇，我媳妇。啊。这凳子。好嘞，好嘞。Go。呀嘎呀，秋马拉扎，冬夜大家冷知，秋山虫呀马拉扎，秋山虫破拉沙，秋山虫呀马拉扎，秋山虫破拉沙。我那个时候旁边有好多村民，就感觉好像大家很欢迎，很欢迎这个外地人，他们完全用热情拥抱这个陌生的外地人来这里，这样。早上四点就起床，一直苦苦等着的泽尔初，终于和林志玲见面了。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又害羞起来，迟迟不敢上前。我这里太美了，我刚才说我想要走到那个山顶去摸那个云，太美。有高原反应吗？没有没有，它很好。哦，您随他。哎，我直接过去吗？好，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然后现在我们去我家。你就是这样出门。
真的，真的。你好，那我们要好好介绍一下。哇，这么多人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讲秘密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应该是我是姐姐，所以我要认你做妹妹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很高兴有你这样的姐姐。我要说说让出妹妹，让出妹妹吗？让出妹妹听起来有点不太对，有没有别的小名？叫你什么名字比较好？叫切尔初吗？切尔初。切尔初。嗯。好，那是切尔初妹妹。嗯，好吧。我看你姐姐。这个真的很特别，你知道我下车以后，旁边很多人，可是有一个人立刻牵了我的手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然后他一直对我笑，就带着我往他家里的方向走，然后我也没有开口要问说你就是姐姐吗，就是好像就那一瞬间那个好像那样结合度就结合起来，像是他牵了我的手。哇，你家太漂亮了。终于等到了林志玲，泽尔初拿出准备好的食物招待远方的客人，藏族人爱喝的酥油茶，还有酸岛王倩的沙棘。好，这酥油茶，谢谢。先点一下吗？哦，用手。嗯，嗯，就可以喝了。这个，嗯，好好喝哦。我第一次喝，好好喝，咸咸干干的，有点咸味啊。是这里的出去都很容易摘到果子吗？很容易。真的？嗯。然后都可以吃。对。是哈。好。沙棘，太好了，那我就一口。很酸，好，补充了一天的维他命。嗯，哦，真的很酸。你要不要吃一口？还是你？虽然我吃过了，还是给你吃吧。就你，就你，就你。你们家在这里算是很大的家，对不对？于是各位会看我把它一口一口的吃光。喝着浓浓的牦牛汤，在一片其乐融融中，一张摆在小桌上的全家福吸引了林志玲的注意。好可爱哦。哇，他的脸也太像苹果了。像爸爸，像你。像爸爸吧。像爸爸，两个都像爸爸。那你多久接他们一次？一个月。一个月？一个月太久了。想念的时候就看照片，嗯，只看照片也要看人呐、啊。嗯。就在林志玲对新家庭充满好奇的时候，从没见过微波炉的扎西母子对微波炉的作用很怀疑。这是一分钟，这是两分钟，这是3.2分钟、4分钟，开始。好，微波炉打的时候不要站在正前方，会有辐射。放心，它虽然有响声，但是不会爆炸的，不会，哇，不会。没关系，不贵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热啦，热啦，非常的热。哦，好啦，这个菜就好啦。明天下午3点在牧场进行做藏餐比赛。我说没错吧，别吓我。我们要是赢了的话，我们就有一台液晶电视。挖一颗到里边。对，今天晚上我们再回忆一下到底怎么走的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如果我说他肯定会哭的，压力好大呀。开始。明天要做藏餐，怕输了比赛，刘云赶紧学习。好了，嗯，还要多一点呢。好，太多了，好了，太多了，扎西，嗯，放太多了。嗯，这好，我来，你不会。你来没有用。哎，你不会啊。
哎，还最新呢。最新也不用手抓。不可以啊。来，继续用手。哎，还不可以呢，还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好吃。哎呀，不是这样，是这样的。能看我一次，不，哎，你别做了，你做浪费。嗯，他自己要吃。哦，好，你做了，你都吃了啊。他就是较真儿，然后顺便想表现一下自己也会做。嗯，小孩子，何必呢？你说你何必呢？你说你何必？你说你何必？哎，你为什么喝深水？你是想肚子痛对吧？那你喝深水干嘛？喝深水干嘛？睡着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吃不下去了。算了算了，吃不下就不吃了。来，但他不表逆他。但是喝深水是不对的，本来就肚子痛再吃药不应该喝深水啊。喝深水，今天刚去看了医生，肚子痛，对不对？喝深水不好。踩到你的号，踩到你的菜。白菜多久可以收成一次啊？六月份种一次。九月份？六月份。六月种。嗯。然后几月？十月份。十月底。所以六月到十月。嗯。那这四个月其他还可以有什么收成？其他萝卜这些。是、啊。萝卜还有。十月份。嗯。台湾有什么特产的？香蕉、凤梨。你知道什么是凤梨吗？不知道。菠萝。从来没有吃过菠萝。嗯哼，我就下次姐姐我运营箱过来，下个月就满满的水果大餐。你有吃过什么水果？最好吃的水果是什么？一个月吃一次吧。啊，真的？拔萝卜。一二三。好大哦！把这个，哎，这个太容易了吧？真的不容易。啊。哇！啊，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把你萝卜弄成一半了。台湾的歌叫做《炒萝卜，炒萝卜，切切切》，炒萝卜，炒萝卜，捏捏捏，炒萝卜，炒萝卜，炒炒炒，炒萝卜，炒萝卜。萝卜出头。哎呦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可以了，团圆，团圆了。哦，哎呦，好吧，真的。今天胜利的，我的得奖感言是，什么？是。是等会要把它吃掉。啊，这个我带。嗯、那怎么上去？要花。要哪里？看背的给我吗？背的给你吗？啊。喜从天降节目讲的就是明星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，林志玲也不例外。因为晚到，林志玲要跟着泽尔出体验一天，不去牧场参加做葬餐比赛。牦牛是藏区的一大特色，一年四季都放养在离寨子十几里以外的高山牧场上。每到冬季，为防止草料不足和狼群对牦牛的袭击，当地的村民就会轮流上牧场去值班守牛，一待就是一二十天。因为路途遥远，不通公路，他们都是骑马去牧场。今天我们的明星也要骑马去牧场。美女们不要客气，乘马
而行吧。能不骑不？不行，必须你骑。1993年拍戏时，王倩从马背上摔下来过。从那以后的21年里，王倩就再没碰过马。我上不去、啊。上去了，我扶你来。搬安全凳啊！我穿带着护膝，我这腿打不过弯来，我这咋上去啊？我要骑的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买保险去啊！先来，你给我买保险去。好，已经买完，我已经买了双份的保险。好的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慢自己骑。这人上马。好好好好。上马！有人牵着呢，好。真的有人牵着，不喊能不能过来吗？嗨！你等会儿，你这种干子了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崩溃了。扎西，不要勒这个绳子，你乖乖的啊。好了，走了。慢慢走，慢慢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OK OK OK， 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许跑啊，你马上不许跑啊！这马老找啥屁股急我？能不能够换一匹马呀？你给我牵住了啊！那乘马而去呀，我提醒美女们呐，千万要坐稳呐，让马走你就喊驾，让马停那就喊鱼呀。走平路还好，慢慢的就不怕了。前面那个黑豹比较调皮，我要拍照片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不是，你别跑啊！我这可划我脸了！慢点，慢点。来，我买票。我爬，我爬。扎西，注意上面那个树丫丫啊，不要被树丫丫刮了。奶奶，小心上面啊。哎呀。小心啊。我行，我行。Thank you.
雪山下的高山牧场，平均海拔3500米，大多数牧民家的牦牛一年四季都生活在这里。当地牧民根据自家牦牛的多少进行轮班守牛，牦牛多，遍地是牛粪。为提倡环保，节目组临时决定加一场捡牛粪的比赛，捡的牛粪当作藏餐比赛的燃料。那么我今天介绍我们今天的临时加赛，看见没？美人，只有美女啊，一个人一个筐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要到山上去捡牛粪。比赛的时间是20分钟，看谁捡得多。看没，这有泵，我们会撑的。不是，你这个粪它要是湿的话，它筐里不就漏下来了？没有那么湿的。积分不？我先问。当然要积分啊。不只是积分，而且它是有奖品的啊！奖品的，一加手机，预备，计时，开始。去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起来！我不动了。你已经不在了吧？把我系上，你别给我摘了啊！Oh my god！ 哇，好大一坨！这坨是刚拿的吧？我去！就拿你点粪，看我干嘛？你都不吸那药了，我捡回来用还不行啊？哎，我的腰！哎，我不行了，我都快吐死了。气死我！去，都给我起来！不能把这个当筐里吧？啊！来吧，扶他。哎，妈的，已经装满一筐了，你太慢了。用手捡吧，你用手来捡。刘云，捡过牛粪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估计他都没见过牛粪，就是这样装，其他人也是这样装的。其他人有手套，我没有手套。快点呀，刘云，太慢了。也许是孩子的好胜心，也许是家里条件不好，扎西显得很着急。哎呀呀呀！他太想过胜，太想得到奖品了。哎、又下去了，哎呀呀，这也太慢了吧，慢得很。哪有？你给我找那一坨一坨的。不行，这边我要吸氧，快去给我找啊！氧在这儿。不是找牛粪。牛粪在这边。这边有个杯子，帮我背上。好。走，这不多了。我不行了。我不行了。来，倒这里。来，到这里。我能喝口水吗？你现在此时此刻，面对这么一大筐牛粪，你还能喝进去水？我有点不相信。还有5分钟。粪，我现在看到粪，就像看到钱一样。黄金的，哎呀呀呀！哇！走开！快点呀，刘颖！你下面，你这。姐姐，这个粪去要不要？不用，你这样帮我扶着筐子，就用这个，然后就用手来捡。姐姐加油！早知道我买个手套，他们都有手套，我没有手套。行吧，走，往回走。刘云终于捡回来第一筐牛粪，
你就把它放下，背他走。他别人我都是往里倒的。哦，加油啊！还有四分钟。哎呀，快点啊！干啥呢你们？第三关。第三关。第三关。我这边倒，扣，一扣。嗯，王倩，你继续的话，我敢保证你能赢。海拔3500米的高山牧场，空气稀薄，含氧量少，站着不动都喘不过气。而捡牛粪比赛需要奔跑，还要负重，耗氧量非常大。我们的王倩几度出现了眩晕，不得不停下来吸氧。大西。进去吧，不到了，就这样了，不到了，不到了，来，都起来。哎呀，奶奶，你别捡，只有你。哦，他俩都起来，走，来吧。哎呦我去，这太牛逼了，这是粪就行了，我去吧，走。哎这是马粪，管那什么粪！快快站着！快快！十，都给我起来！四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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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的，休息休息。十秒。来了来了，十。九，快快快，我来了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时间到！啊，太多了吧？这都是鲜牛粪呢。王倩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想到过你会十分吗？也就是说，来到我们这里，什么都有可能。你先说。不对，你手有没有牛粪啊？玛丽，怎么样啊？好着呢。玛丽，你的后背上全是牛粪，豁出去了，命都不要了，要什么衣服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看你用双手拖着热气腾腾牛粪回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拖着馒头一样。有没有想上去咬一口的冲动？没有。好了啊，众人捧柴火焰高嘛，这东西在东北来讲等于食材哇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称粪的重量的环节，我们先称这个就近的，来。我们先称玛丽的粪。来啊！哇，好重啊！总共是35.92。哇，放在这里。接下来称刘云的，看看刘云拉又捡多少粪。哎，还等一下，躺着一会儿是哎，好的，是18.36。哎呀，王倩这大筐粪怎么称啊？是可多了，这也太多了。来，把袋子这样子，快粘啊，粘到上。46.52，王倩，来握握手，握手。我还是免了，握手，还是免了，握手。啊哈哈！啊，来吧，我们公布成绩吧。好，胜利者是很明显了，王倩。王倩，啊！你的奖品，你的奖品，你的奖品，获得第二名的是玛丽。村长奶奶，村长奖，谢谢。我奶奶手机啊，奶奶一直说她没有手机，然后想要，就是因为我问她为什么说要，又有我送话费，她每个月不打电话要花10块钱，她心疼。哦，啊，奶奶。收下啊，这个到时候可以和玛丽联系咯。对，你可以，我给你打电话了。完了，小孩要哭了。扎西，扎西怎么了？扎西，别不要哭泣。那个我家妈说了，她有手机，把这手机给小孩，我们就要证明我们的实力。扎西，不哭了。
乖乖的，看看，不要了，给你了，好吗？爸，啊，哎呀，张希，张希，你这样搞得姐姐压力好大呀，这一输就哭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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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觉得做节目应该让人孩子开心才行。每次比赛完都让人孩子哭一鼻子。这个条件不对等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家。弄得刘爷压力也蛮大，咱们太没意思了，然后老让人孩子哭。不吃人了，不吃浪费了。不吃。要不要？我一点都没有那种高兴的那种感觉。看见孩子哭，我就太没意思了，太没意思了。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对吧？接下来还有别的比赛呢，我比赢就好了，对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不哭了啊。男子汉嘛，就输得起，对不对？我昨天答应过你的，今天肯定会赢的。我们两个刚刚。就应该跑到山上那么远的地方去捡，跑到山上那么远的地方捡，再跑下来，我们耽误时间了。早知道我们就在这附近捡就快了。再说还没比完呢，比赛刚比了一半，接下来还有别的比赛。我接下来我努力拿第一，好不好？拿什么呀？接下来还要比那个做饼啊。他可能还在睡觉，叫他起来。都市里没有的。他觉得自己太白痴。他讲话了，来了。哎呦，那牛，不是牛，不是了嘞。过到那边的那个绿色，好。下午每天都按时回家挤奶的牛还没回来，泽尔初只能带着林志玲上山找牛。平常牛对不对？他可能还在睡觉，叫他起来，叫一下。你不是说有名字的吗？叫一下名字，叫一下名字。过来喽！过来喽！啊哈！啊哈！我叫啊哈来喽！来喽！哇，biu biu biu， 哦，好近，好，最近就这样。妈妈，你给他吃什么？盐巴，就这样盐，这专门喂牛。本以为香，真的假的？他乖乖哦，他乖乖哦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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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。毕竟到了高原，加上舟车劳顿，找了一个多小时牛的林志玲有点吃不消了。拿着你的酥油茶，然后聊聊天，或者喝喝小酒，吃点东西就是野餐，然后看看自然的风景，这才是无价的，对不对？都市里没有的。
问你是不是真的，他说这边的人有时候打招呼的时候要点头加吐舌头，你好的时候这样没有这回事哈。好，谢谢你告诉我，不然就很像笨蛋这样点到吐舌头。我昨天一直在试这个动作，还觉得自己太白痴。然后现在告诉大家这是错误的哦，所以很多网络上的讯息不要相信。没有找到牛的泽尔初一路都有点紧张，他生怕因为自己让林志玲累到，从而让他不喜欢这里。林志玲似乎察觉到了泽尔初的心思，跟他玩起了玩对视游戏。那就有对视的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好几个小时过去了。就在大家都快要放弃的时候，牛突然出现了。啊哈！哪里？找到了。这下面好漂亮啊！他意思说，他的牛在下面。我们要下去吗？等下下去好像比较困难啊。他感觉。哦，他感觉会吃到你的手，刚刚那个我感，他现在感觉他一直会把你的手吃进去。老师，真的吗？去围一下吗？确定吗？有没有一定要赢。当开！掌声！劲儿起了，我是。有没有？一定要赢！干嘛呀？耶！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我是林志玲的话，你可以来吗？你怎么这么想啊？感谢搜狐娱乐、凤凰娱乐、网易娱乐、新浪娱乐客户端、凤凰新闻客户端、百度贴吧、秒拍、360手机助手、360手机卫视、大众点评结婚频道、移动资讯软件 Zaker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。